等一下哦，马上就来。耶！娱乐玩家 Super Player 四，耶！哇，非常高兴。这是我们还是新人的时候，第一个参加的综艺节目。这两队呢，通通都是我们的新人团面孔，掌声给他们鼓励鼓励。那我们今天特别来到东区的一般人拉面店，要做什么样的挑战呢？好，这个挑战呢，非常非常的创新，哦，以前没有人玩过，哦，从来没有玩过，对，要不多，绝对死定哦。哦哦哦，要给你，我不给你，给我，给我，拿分就给我。相当简单，来，我们看到以前，好了，来，我们直接快转到重点，还快转呢。在这边。等等，黄开心的失败秀都要到了。好，请注意，每一个细微的表情，到底谁知道通天至尊无敌瓦萨比拉面？有两位演员。以后呢，人家叫你什么呢？亮裤哥。